红薯。还晾了一会儿呢，老甜了。做法发到那个下面啊，好好吃。特别甜。妈妈。蜂蜜做的，我想看那个，我还要看。用勺子就是没有。你要吃这个味儿吗？那妈妈动别的好不好？感觉用勺子就是没有用筷子方便，用筷子刷刷的吃。好香啊。先吃饭，你查就能查着，等我回去查去。